万圣节快到了，立法委员吴秉睿特地在新庄龙凤公园举办大饼叔叔七天乐园系列亲子活动，并和大小朋友一起玩变装害玩乐的游戏，现场气氛好热闹。在万圣节前夕，我们也来举办啊，让小朋友能够来玩，家长带小朋友来放电啊，那多一个可以去走一走的地方。我们每年办的时候都很热闹，那今年也不例外。我们总共会有四个梯次，除了今天。还有明天，还有下个礼拜六、礼拜六跟礼拜天。那在南新庄的部分是下个礼拜天在，这个光华国小还有一场。所以我们南新庄这边的好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礼拜天、下个礼拜天可以到光华国小来啊。民进党立委苏巧慧也亲自出席参加，对吴秉睿长期在新庄举办各式亲子活动，也为大小朋友打造友善亲子的育儿环境。感谢今天吴秉睿委员和翁振洲议员联合一起在新庄这里又再一次的来举办万圣节的大饼叔叔七天乐园活动。那说实在的，新庄这个城市呢，一路的人口其实越来越多，而且有非常多的年轻家庭，所以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在万圣节前哦，能够一起出来玩耍，这个真的是大人小孩都非常开心。现场设置了多个不同主题的七天游乐设施，小朋友玩得不亦乐乎，家长们也拿着相机记录这美好的欢乐时刻，并说到这样的活动让孩子们玩得很开心，增进了家长和孩子之间的感情交流。带孩子来玩很开心，为什么？这里有很多七天的游戏，小孩很喜欢。此外，主办单位也在现场安排了多项亲子互动游戏，吸引了许多家庭报名参加。这次活动不仅有趣，更达到寓教于乐的意义。记者黄佑贤，新庄采访报道。